天才凡集百香果，一盆扁豆盆，把卷状的枝条剪下来，保留两个节点，顶端上方一厘米处剪平，底部同样留一厘米处剪斜口，然后把下方的叶子剪掉，顶端的叶子剪去一大半，留一小段进行光合作用，用清水稀释，都均匀浸泡15分钟，晾干伤口。在准备好疏松透气保水器时，将枝条依次插进去，再把刚才的水浇湿润，移到通风明亮处，平时养护，保持盆土湿润即可。20天后基本上就能长根。